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这次很荣幸啊，我受张老师的邀请来左手家这边给大家讲一讲胶片摄影。然后我的名字叫张克月，我是一个野生的摄影师。今天呢，我会给大家讲解一下关于胶片的一些基础知识，还有就是通过实战来给大家看一下胶片的魅力。我是摄影师张克月，欢迎大家跟随我们原来综艺拍节目一起走进摄影师的拍摄现场。我们现在去超市看一下，有些如果说色彩艳丽的东西的话，我们买回来跟模特搭配一下，说不定可以拍出特别有创意、特别好玩的照片。胡萝卜，因为胡萝卜的这个橙色我感觉非常高级，但是对于橙色这种东西的话，其实像 Portra 或者说是富士的胶片的话，表现出来颜色都特别棒，所以我们买一捆胡萝卜。哇，你看这种红色配绿色的菜，我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感觉非常高级。那我可以买了之后，让我想想啊，我觉得可以塞在模特袜子里。菠萝，其实菠萝呢，它有一种分形之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它长得特别有那种感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呢，我们现在在挑选第一套衣服。所以说我们第一套衣服呢，我们选择一个纯色的 T 恤，然后之后我们想先做一个比较时尚的一个感觉，所以说我们会用中画幅，然后之后拍彩卷，我们会用闪光灯或者来营造一个就是比较有创意的一个氛围。这个呢是一个 filter 的一个架子，然后我们在这上面加上一块彩的那个透明板之后呢，它的灯光就会有不同的颜色。Red and blue lights on your face, kind of like stuff.现在我们用的这一款胶卷呢，是来自柯达公司的一个叫 Portra 400的一个胶卷。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胶卷呢？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高对比的一个红色和蓝色光的这个情况下呢，正片的话，它会使得整个画面鲜艳。好，现在呢，我们用的这款机器是禄来的 SL66SE。它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就是它是有热靴的。我们在这边装上引闪器，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使用闪光灯了。我觉得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前景啊加一块玻璃，然后喷上水，从而来打造一种奇幻的氛围。我个人觉得相对于负片来说，正片呢在相对于自然光条件下会显得更加出彩一点，而在这种闪光灯的领域呢，正片的话会显得没有像负片那么好的一种色彩。Chains up and yeah,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现在呢，在我手上拿的这一台是来自柯尼卡的一台叫做巧思的一个135相机，它有一个 P 档，然后它是可以自动对焦功能。Sit on that. Yeah. Okay. So, just one second. Second for. Okay. One, two, three.所以说像这台相机来说呢，它唯一的缺点对于我来说的话，它的直闪啊回电很慢，你有的时候你要等个15-20秒它才能回电，所以说有的时候还是数码相机比较好。 So yeah, I'm gonna change the roll. 像这个直闪的话呢，我们会选择一个柯达公司的 Porsche 160然后来进行一个拍摄。这个卷呢其实就是我的最爱了。Here we go, one, two, three. Can you close your eyes, please? Ah, 现在呢，我们拍了大概有大半卷的一个，就是说是有很有时尚感的一个东西。那我们现在要拍一个 minimum style.I just want to cover that process. One, two, three. Yes, please. Maybe you can put it.You can just rest for now, and I will say 1, 2, 3, okay? 1, 2, 3.胶片摄影呢还有一个乐趣所在，就是可以自己尝试来冲洗。大家可以看到，像在家里的话，在条件比较有限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自己来冲洗黑白胶片。那现在我们来试一下。如果大家只是冲洗胶卷的话，其实并不需要暗房，有一个暗袋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了。胶片的手工的冲洗和放大这两个环节呢，其实我也觉得是非常有趣味性和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觉得无论是专业的摄影师还是普通的爱好者，我都建议有空去尝试一下黑白摄影，然后尝试一下暗房的魅力。当我们合上盖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显影了。这个显影这个过程呢，是黑白胶片冲洗中最重要的一个过程。我们现在呢，用手机上这个 Massive Develop 这个 App 来找到适合我们使用胶卷和显影液的冲洗时间，并且按照它显示的时间呢，来翻转显影罐。在经过显影、定影、停影、水洗、晾干几个过程之后，我们就可以扫描出片了。这整个过程都可以在家中就可以轻松完成。究竟为什么到今天，数码浪潮的已经算是刷过一波又一波，快倒闭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胶片摄影？
对于我来说的话，其实胶片和数码的差别还是很大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们在色彩方面的不同。数码摄影的话，有很多摄影师都喜欢，在后期把自己的作品，做一些色彩上的调整，然后弄得非常像那种胶片色，从而来达到一种就是增加自己作品的一种辨识度的一种作用。大家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多那种什么日系啊、小清新啊什么的。对于我来讲的话，你就算数码片调得再像胶片，那只是像而已，和真正的胶片的那种色调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当你拿着一个胶片的相机的时候，当你在拍摄的时候，并不是一种即拍即得的一种体验。也就是说，你当时你拍完的时候，你是不能立马检查你的东西拍得好不好的。这就是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对自己没有那么有信心的摄影师啊，他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地方。当你没有即时的来调整你的拍摄的话，有的很多人就会想着，哎，我会不会就是说没有拍到自己能达到的一种效果。其实对于我来说的话，这也有利有弊吧。因为毕竟如果说是你坚持用胶片来拍摄的话，这就强迫你在拍照的时候就要做一个全盘的一种考量，包括测光啊、构图啊什么的，你是在拍摄的时候是看不到结果的，最后才能看到结果，对吧？所以说每次当你拍胶片拍多了的时候，你就会在脑海中就自动的形成一种对于你自己的作品的一种构思。如果说像现在当前的一种情况来看的话，数码拍摄的话，一拍可以拍好几百张甚至好几千张，这样子的话，其实很多时候你脑子是不动的。对于我来讲的话，每一张照片都要很严肃的去对待，这才是提升自己摄影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好，今天呢，我跟大家一起领略了胶片摄影的一个拍摄现场。然后呢，大家可以发现这个胶片摄影的可玩性啊还是非常高的。我是摄影师张科月，原来这么拍你也可以做到。其实蔬菜这种东西，它的颜色的话，就是如果说很鲜艳的话，就是说在照片里面的话，就会非常。